没想到我们两个出差都能在同一个城市哦，真有缘分。是，感觉像是你专门过来陪我吃宵夜的呢。嗯，我也觉得很巧，刚好让主任安排我来这做讲座。是哦。秦医生吃虾也要像做手术一样哦，他是你的病人啊。那你想怎么吃？谢谢。谢谢。喂，秦医生。在家呢吗？没在忙吗？没忙啊，我在家呢。真的？真的呀，我一直在休息，你放心吧。那就好，我马上到你家门口了。喂，各位，大家都是设计界的青年才俊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马上变成我正在休息的环境？多长时间？三分钟，或者是两分钟。秦医生多久到？马上就到。收。秦医生，你来了。哎，哎，你这我这不是在家休息吗？他们就说来看看我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师姐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就给她带了点水果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给师姐。送你零食，我就来看看师姐。辛苦了啊！应该的。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，我给你检查一下吧。哦啊，那下楼吧，要不？啊啊，好啊。房间，干嘛呢？我样品好像藏错地方了，放哪儿了？算了算了，反正来不及了，快走快走。好吧，躺一会儿吧。嗯。
躺着呀。躺啊。扎着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觉得，天哪，这个床实在是太舒服了。这么舒服吗？特别舒服，是不是很有弹性吧？这，我上次不是带你去挑床垫吗？这床垫跟你们那个一个牌子。嗯，可是跟刚才出的声音不一样。刚才床垫里面不是有弹簧吗？就会嘎吱嘎吱这么响。哎，奇怪，我的就没这个声音。哦，我这个比你那个厚。哦、嗯，对。哎，秦医生，你看这个吊瓶已经打上了。你没事的话，你要不回医院吧？不要耽误你工作了。我这个我可以自己拔针的。我怕你睡着了，而且我请假了。请假了？嗯。那这个要打多久啊？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。一个多小时？嗯。啊，行，我能坚持。苏盈。嗯。你这个姿势挺别致啊。啊，是吧？我平时有练瑜伽。你这杯子底下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啊，没有，哪有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没有。所以，换一个姿势。谢谢秦医生来帮我打吊瓶。生气啦？没生气。我帮你倒杯水去。慢点喝，烫。手麻了。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等我忙完这个案子了，我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吧，就当是回报你来给我打吊瓶。送你一个我做的玻璃盆栽。你送的我都喜欢。什么都喜欢吗？当然。那我更得好好想想了。这么难呀、啊。